Hello. Hi, Jean，你的朋友们，他们又来了，你们的同学们。我的 line 黄色的，讲讲，你看到我的 line 黄色的没？讲讲，看到黄色 line，什么意思？哦，就是我讲话的时候，它会出现那个框框，是吗？哎，其他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上课。你看，Gina，看你上科学是吗？上科学是不是？我的名字哦，数学，OK，数学有人上吗？数学有人上，很多人上。啊，心仪进来了，终于另外一个进来了。老师，我这边看到你很小个哎。Are you 可以哦？Hello，心仪啊，嗨，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的？我知道一个加进新来的同学，他今天没有上。其他的呢？我等到你很插上，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其他人听啊，那个心仪听到我声音很 OK 吗？听到 OK，我不知道我的 line 好还是不好，因为它修不出来。我这边的 line 是 full line 啊，我 connect 是家里的 WiFi，还是你的 WiFi 不好？啊，金会卡吗？心仪，你觉得我声音会卡吗？不会哦，啊，金是你的家里的 WiFi 不好啊，很顺。这样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你的问题啊，Jean。我刚才我的 video 变成小，是你的问题啦，我 video 会小咩？没有啊，你看到我的 screen 吗？现在？哦，他还没进来之前啊，对啊，他会变小的。不懂哦，可能有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吧。现在看到啊，现在是看到整个 screen 是我的啊。喂，成人呢？C E，
好啦，来，我们开始吧。不等那些人聊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上个星期有讲到一点点，上个星期几啊？上个星期五是不是？上个星期我们上两点班嘛。哦，只是现在换成五点了，哎，五点之后了。所以我们这一课是讲关于到爱国精神 ，kebangkitan nasionalisme 嘛。这 nationalisme 他们怎样我讲崛起啊，怎样诞生啊 ？OK， 所以在这里最主要的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做 nationalisme 啊，南俊啊，心仪这两个一定要懂哈、啊，也就是 perasaan cinta terhadap bangsa dan negara， 就是你的。讲爱国啦，爱国精神 ，nationalism， 不是安全的，对你的什么？对你国家的民族 ，yes， 也是有对不对 ？nationalism 跟你的国家，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懂哦，在史家栏里面啊，如果问你啊，不干嘛说 nationalism， 你就要懂，你要懂得写，不是安全的，对谁？对我们的国家的民族，邦萨，邦萨是民族啊，跟国家。OK， 然后这个 perasaan， 因为它是一种感受来的嘛，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只有自内心的感受，然后我们从这个感受才做出一些举动，爱国的举动。所以这个 perasaan 啊，这个感受啊，这个爱国精神的感受呢 ，Lizahil，Lizahil， 我上个礼拜讲了是诞生，怎样诞生呢？透过我们去对抗这些统治者，像我们对抗 British 他占领的时候，我们去对抗，我们对抗这些统治者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爱国精神的诞生。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对抗这些统治者呢？这些爱国精神导致我们去对抗这些统治者，来去使到我们的国家自由，我们不要他们再占领我们了，我们要被 bus 干我们的邦沙。dan negara daripada belenggu penjajah. Belenggu 是套着，因为我们像它是形容词的意思啦。哎，我们被其他国家占领呢，就好像我们被其他的国家套着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套，哎，就是要脱开这个套，哎，然后像那个警察啊，套那个贼啊，那个套啊，啊，所以我们要membebaskan我们国家，所以我们才有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诞生出这个。nationalism 的这个 perasaan， okay， 然后 matlamat gerakan ini， 这个 matlamat 去menentang penjajah， 去对抗这个统治者呢，主要是为了要建立我们一个团结的民族，建立团结的民族，跟什么和自主权的国家。自主主什么主啊？自主权的自主写这里权的国家，什么叫自主权呢？意思是说，当我们被人家占领的时候，你还有这个权利吗？就好像我抓着这个军，哎，我把这个军关起来。这个军他有任何的权利了吗？有任何可以权利去做他要做的东西吗？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离开脱离这个统治者，来去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跟我们有自主权的国家，所以我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不受任何的人家的国家的control， 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东西。OK， 所以在这边他讲了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啊，这个爱国精神的概念呢。其实它在每一个国家呢，它的那个概念是有不一样的。可能在一个国家，它对这个爱国精神的这个想法的理解可能不一样。然后，或者是在每一个 zaman 每一个年代啊，每个 zaman 啊，它的那个想法啊，跟出发点呢也不一样，因为它受到不同的因素去影响它。OK，so。它的一些我讲因素影响到我们对这个爱国精神的了解啊，
就是因为这有这几个因素啦，他的了解呢，在于第一个，我们对历史的经历，我们本阿拉曼，还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克图鲁南，我们的宗教，还有我们的文化，这些是跟你讲到的，这些法多法多啦。可是这考试不会问你的，他考试会问什么呢？考试会问这一些，这以下我才要讲，我要讲到这种最终点。这些只是跟你讲，这一个 introduction 啊，这边重要的东西你要记得，就是可能我打了这个勾勾的，什么叫做 nationalism 啊？在这个 part 你要知道的东西啊，必须要背的东西，就是你要背起来 nationalism 啊，也就是 perasaan cinta， perasaan cinta 什么？对谁cinta？你cinta你的bangsa，你cinta你的 negara，就是这样罢了，背这个。OK， 你接下来呢会比较难一点，比较多东西要背，也要背人的名字。跟他所讲过的这个概念，他对这一个爱国精神的概念的理解是什么 ？OK， 他的看法啦，他的板凳啊，板凳啊，我们叫看法，看法。所以这些名人呢、的对这个 nationalism 的概念的看法是怎样 ？OK， 这以下呢，我们会讲到多个人，三六七个人，七个人要懂。要把记起来 please 啊，因为有时候 objective 会问，有时候 subjective 会问，有时候会我好像没有看过问这个问题啦，因为去他们刚刚考 SBM 啊，考 SBM 的人啊，我们哈题目没有问到这个啊，速度 SA 没有问到这个，很大的可能他会再出国了啊，所以我们要去把背起来。第一个人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Hans Korn 这个人啊，这位仁兄，这外国人。OK， 他对这个 nationalism 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 ，nationalism 哈 ，merupakan satu gerakan，gerakan 我们华语叫行动啊，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他讲是一个行动来的。这行动是用来做什么呢 ？menuntut 是追求，为了要去追求什么？追求kesetiaan penuhnya kepada negara dan bangsa， 追求我们的忠心，对国家和民族的忠心。给你们的追求，我写完成完整的句子给你们哈。我把这个追求写掉，我写在这里。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中心 ，yes， 它是用行动来证明的。OK， 这些行动呢，它不讲行动，它算是一个行动。OK， 追求对国家人或者是民族的中心，就好像你爱国，像我讲爱国，你要讲你的行动是什么？讲要证明你是对国家忠心跟爱国的，也就是说，好像国家有发生打仗的时候，我的行动就是这样，我要去成为军事来去保卫国家啊，这个就是你这个追一个 gerakan 是一个行动啦啊，来去追求对国家的，来显示出来证明你对你的国家的爱的那个爱国啦哈，也是差不多意思这样的啊，就你的意思 ，all right， 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们叫 Professor William Alruf。这个也是个外国人，他很老了啦哈。他说呢 ，nationalism Melayu， 我们讲他讲到马来人这么的这个爱国精神啊，马来人的爱国精神啊 ，muncul 是出现，就是他会有为什么讲马来人会有这个爱国精神呢？出现 muncul 是因为 ancaman terhadap politik dan ekonomi orang Melayu。ancaman 是威胁 ，OK， 是说呢，这个爱国精神，马来人的爱国精神，它出现是因为这些马来人感到政治上政治讲出来了。政治和经济
上的威胁而产生出来的爱国精神。OK， 所以他们这些马来人，他们就感受到，哎，他们的政治上受到威胁了，他们经济上受到威胁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 nationalism 的产生。OK， 怎为什么他们讲会有这个威胁呢？因为当时这个布克邦案 ，OK， 布克邦案是这个发展啊。OK， 是发展什么东西的发展呢 ？Surrealism， Surrealism 我们叫现实主义的人。哎，现实主义跟 Imperialism Barat 就是帝国主义。哎，是帝国主义。哎 ，Membangkit 跟 Semangat Nationalism， 所以在这边有两个 part 啊哈。所以第一个 part 跟我讲到啊，他们感觉到他们的 politics 啊、政治啊受到威胁啊、哦，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现实主义，还有这个帝国主义，西方帝国主义跟现实主义呢。也带动了这个马来人的这个爱国精神，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啦。All right， OK， 下了吗？等到我啊，我要给你们点时间写，因为有些怀疑字你们可以要写上去的话。OK， 好，我们看第三个人，明白啊，君这两个人，还有这个心仪，这两个人讲的东西啊，明白啊？不明白，如果明白要跟我说咯，不明白我还可以再解释的哦。All right， 不明白一定要问啊。要 stop 我。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人 Dato On Jaffa， 懂我这个人是谁的吗？ Dato On Jaffa、哦、懂啊、哦、Dato On Jaffa 呢，他说到明白 一个行动爱国，一个感到威胁，对啊，一个是想 他的看法就是一个是行动哦啊，证明他爱国跟追求这个爱国跟对爱国跟国家爱民族的中心啦。第二个就是发现到威胁了咯，他有这个 nationalism 嘛？还有什么？不单单是威胁啊，还有这个现实主义跟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西方人他来占领我们，他要扩大他的领土。哎，像 British 他来占领我们这东南亚很多个地方啊，帝国主义。然后第三个人叫 Dato On Jaffa， Dato On Jaffa 说呢，啊，他对 Dato On Jaffa 有点熟悉，喂 ，Dato On Jaffa 是我们其中一个首相啊，哎 ，Dato On Jaffa， Tun Hussein On， 哎 ，Dato On Jaffa 没有 ，Hussein On， Razak 他没有啊 ，Dato On Jaffa， Dato On Jaffa 呢，之后我们会读到。Dato On Jaffa， Dato On Jaffa 他对这个 UMNO 这个巫统的成立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在我们国家对抗，不是对抗啊，就是带领我们国家去到独立的那一个步伐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Dato On Jaffa， OK， Hussein On Dato On Jaffa， OK， 来，所以 Dato On Jaffa 你看啊，他说人民啊必须要 berdikari。Berdikari 感动什么 ？Berdikari， 什么是 Berdikari？ 自立啊，一定要自立，人民必须要自立，跟 mengangkat martabat， mengangkat 是什么？拿的意思吗 ？martabat 是地位。OK， mengangkat martabat 就是你要把我们民族的地位提升。哎 ，mengangkat martabat 方式就是。提高民族地位啊！给我这些华裔们提高啊，提高民族的地位。OK， setara 是相等。
Okay, 相等什么呢？相等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或者在全世界其他民族。给、okay, 不要讲是哦，马来人呢是一个很低的地位的民族来的。一讲到马来人，很 cheap 的，不是。所以他说，文明呢，应该我们要自己的自立起来，大家哦，然后提高我们民族的地位。和我们要像其他的全世界的这个其他民族一样，哎，被人家看得起，就是，然后我们是有崇高的地位的啊，就是那懂讲吧？他对于这个 mentioning 上的看法啦啊。不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也是很常会出现的，这个 Dr. Burhanuddin Al Helmi 这位仁兄呢，这位仁兄呢，他对于这个 National Islam 的看法就是说，在这个爱国精神这边呢，他说人民应该要怎样团结？哎，要团结，或者是这个叫什么？不，巴端也不贵，叫做 National Front。本地还很重要，人民的团结很重要。需做什么呢？需获取或者获得啦，获得我们国家人民或是民族的尊严，还有我们的哈叫什么？哈是叫我们的权益啊。我找一下华语是什么啊？哈。也是讲华语，不懂它叫什么字，也是哈是我们的特权啊，哎不是哈什么样是特权，就是权利啦，哈那叫权利啦，OK 那叫权利，你尊严还有权利，民族的权利，所以你要怎样获得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权利，还有这个尊严呢？首先人民一定是要怎样？团结起来，OK，然后他就说呢，sebarang perjuangan 这个 perjuangan 任何的这个perjuangan 啊，perjuangan 华语叫什么？有时候想不到华语啊。perjuangan 我们就讲我们的奋斗，哎，任何的奋斗，OK，任何奋斗呢，必须要依据。哎，依据达达德贝，达达德贝，我们叫做一些纪律。哎，根据纪律，还有格索巴南呢？这个格索巴南你知道吗？哈，这个意思，orang Melayu 就是就是礼仪啊，马来是必须要做任何的一个奋斗啊。说我讲，我们要去奋斗，而我们要去捍卫我们的民族，捍卫我们的尊严，捍卫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依据达达的对，哎，马来人的还是讲 orang Melayu 的查查的对，哎，纪律，还有这个马来人的礼仪 kesopanan，还有什么东西？还有 agama 这三个东西，okay, 必须要依据达达的对 kesopanan 还有 agama Islam 这三个东西，它的 keyword 啦哈，在这边你要背的 kesopanan agama Islam。好嘞，Next one，我们看这个印度人，好哟，写好了啊，这一排字。好，我们看，今天真的很少人上一下，对，本来我有多个人，本来我一二三四个人的，四个人，四个，Form Four 这边的是会比较少一点，上网课的时候呢会比较少，
我们继续看这个，纳斯加拉的人比较少。OK，Dr. Al Sundara Lingam，来，这位印度人，Dr. Al Sundara Lingam，他说呢，Nationalism 啊，OK，merupakan perjuangan sesuatu bangsa untuk membentuk negara sendiri dan memindahkan kedaulatan kepada rakyat。哎，什么东西来的呢？他在讲什么呢？明白吗？他说呢，这个爱国精神呢，就是一种奋斗，还是一种奋斗？奋斗什么呢？我们的民族的奋斗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啊！他意思说啊，我写怀疑给你们。Nationalism 呢，对这个印度人来讲呢，哎，这个苏达拉林根来说呢，爱国精神就是民族的奋斗。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你们先写这个字下去先，就是民族的奋斗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还有还没完呢，还有 memindahkan kedaulatan kepada rakyat。Okay, 然后和转移啊，memindahkan 是不是讲转移啊？JUN 转移这个自主权，人民。就是我们要给人民这个自主权去 决定他们的国家的未来啦。这个转移的意思呢，就是给的意思，给人民这一个这个权利。哎，这个转移的意思啊，就是给人民这个权利。这个自主权呐、啊。OK，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还有两个人啊。OK，接下来这两个人呢，这个叫 professor 也是 professor 的博士啊，我讲啊，不是博士，他是什么？教授了。Professor Dato' Zainal Abidin Abdul Wahid 是别长的名字，你直接记 Professor Dato' Zainal 就好了啊。他说爱国精神呢，哎呀，不是爱国精神，是马来人啊，一样马来语啊，马来语的 nationalism 呢，telah berakar umbi。Bakar umbin 是扎根，就是开始有那个根啊，那个基础啊，哎，开始这个有这个基础呢，是几时呢？一直所谓的回顾到这个马六甲王朝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 nationalism 做爱国精神了。最简单吧，他是最简单的。他说，马来人的爱国精神呢，就是从这个马六甲王朝开始，就是这样。然后他讲马来人的这个 nationalism 呢，是以什么为基础呢？丹那么拉尤万，集这个起来。有时你看到这丹那么拉尤万，你就要想到这个人，这个人你就要想到这个丹那么拉尤万，就是这样。丹那么拉尤万，我没有办法跟你翻译成华语的，就是说这个土地呢，就是马来人的。所以就有这个爱国精神嘛，说这个土地是属于我们的，哎，说当时那个马来人，当时那边的马来人呢、啊，就是这样子就认为了，哎，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有这个爱国精神，怎样去对抗谁？对抗 Portuguese，当时他们被 Portuguese 占领嘛，对不对？
被 Louis 攻打他吗？所以他们有这个爱国精神，当时就开始出现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土地吗？为什么你来我们土地，还占领我们土地，霸占我们的土地？所以这个 professor 是这样认为啦。马来人的爱国精神是从很久很久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的。OK， 接下来我们会讲另外一个华人，这个你看应该有听过啦 ，Khoo K Kim， 风万都有写到了的 Khoo K Kim。Okay, Professor Emeritus Tan Sri Dr. Khoo K. Kim. 对，当然吗？就是不给别人占住他们的领地。对呀、啊，你如果是你的话、你肯给别人去占领你的国家吗？不可能，对不对？你被人家占领的话，你自己没有那个自主权了，你没有那个可达尔丹了，你没有自己的瓦西权了啦。所以必须要听别人的。所以我们不要，所以这个爱国精神对于他来讲就是不要什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啦，他们有这个 concept 说这个是丹纳马拉伊万。OK， 对于这个 Professor Khoo K Kim 来讲呢 ，Khoo K Kim 啊，这个华人啊，是唯一的华人啊。他说 ，nationalism 呢 ，orang Melayu， 马来人的爱国精神呢，是指的是 perjuangan 这个奋斗呢，去恢复他们杰出的地位在自己的国家啊。我写给你怀疑啊。Professor Khoo K Kim 说呢，马来人的爱国精神呢，是，哎，读我的诗写不出来，是。OK， 我写另外一个字。OK， 奋斗。恢复。OK， 马来人的奋斗来。恢复，杰出的，我直接用华语，杰出的这个，恢复杰出的地位，OK， 在自己的国家杰出的地位。明白吗？为什么还有讲？为什么要这么在自己国家的杰出地位呢？你试想一下，我们哪一个角度来讲？当时我们被谁啊？我们被 British 占领的时候啊 ，British 占领我们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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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嘛，所以导致到这一些马来人哦，马来人他们只是喂、哎，我是这边的邻，这边土生土长的人呢，这片土地是我的了。可是当时马来人的地位哦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还低过谁？低过华人。怎么讲呢？你想啊 ，British 他把这些马来人安排居住在哪里？居住在郊外，哎，去罗班达住在郊外，给他们做什么？给他们做的是渔夫啦、农夫啦，啊，做一些郊外的生活。然后他们的设施呢，郊外的居住的设施呢是非常差的，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那个水，然后没有一些公共卫生设施，全部都没有的。可是，在城市里面呢，城市大多数人什么的人住比较多。你拿 KL 来讲，就你听我解释先。那个什么叫杰出的地位，你听我讲先。所以你看 KL 比较多人是什么？华人居住嘛。所以当时的华人的地位哦，会比较好，比较高。杰出的地位就是 good， 杰出是好的意思，很杰出，哎，就是好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地位。提升他们的地位，哎，这个地位呢是很杰出的，是很好的地位啦。就是说他们要受到尊重的地位。当时来被 British 占领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受到尊重，他们地位是非常低的。虽然讲这个领土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比起其他的种族，还有比起这个英国人，所以他们就想要奋斗。哎，来恢复他们在这边这片土地的这个地位，
像他们这个杰出地位，就像以前回顾到这些本本上本本上这些大臣们啊、苏丹们，当时他们很杰出的嘛，他们的地位在国家里面，哎，他们这个杰出也代表说他们有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有这一个领导力的地位，也就是这样子罢了。Nationalism 爱国精神，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明白啊，这个人讲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地位啦，在他们国家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才去奋斗吗？他们才去对抗吗？对抗这个 British 吗？他们对抗是为了要夺回我们应该有的 Kedudukan Istimewa，听见没有？特权就是马来人的特权，所以马来人他们都是在 British 的时候啊，在 British 我们他开始要就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呢，马来人呢就开始奋斗去捍卫他们自己的特权，或者是他们的 Kedudukan，哎，他们特有的特权在国家里面，也就是 British 一定要给他们一些很好的特权啊，很好的保护啊，这些地位，比起其他的种族，所以你看到吗？到我们国家我们独立之后啊，我们独立这么多年。做马来人的地位都是比我们强，比我们好一点的，比我们高一点的，所以有什么东西呢？他们都会得到显得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 perjuangan 方式，他们的什么所谓争取到的东西啦，啊，这个一个给钱是援助，不是讲他们马来人才有得到这个钱，其他种族也是有，可是他们分的那一个部分会比较多，因为。公平嘛，因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是比较多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比起其他种族，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分到的钱会比较多啦。特权啊，特权就是不是特权啊，特别的地位啦。我要讲特权，OK，什么叫特权？这个特权，这个特权不是特权，就是 kedudukan istimewa 就是我要讲什么嘛？那个。可都都看 istimewa 这边有讲到的，哈 istimewa 哈 istimewa 啊，哈 istimewa 叫啊，是特权呐、啊，对对对对，也叫特权。就是说，有什么众多，就看我讲的啦。在政府任何的政策上哈、啊，马来人呢，他会被考量先的。就是以他们为出发点，OK，应该要保护马来人先啊，给马来人利益，哎，我们保护马来人利益先，然后才看其他种族。这特权包括了在他们的利益上。OK，这几个人呢？啊，这五这这个这好七个人的讲过的这个 program 啊。马来人、华人不是讲华人没有特权，他们的特权是比较多。以他们为主，我讲以他们为主先，然后才到我们，才到其他种族啦。毕竟我们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嘛，我们是还有特权，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可是我们以他们为优先，以他们为考量先啦。这个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这个在宪法里面，我们的 Perlembagaan 已经很明确的要说，Hak kedudukan istimewa orang Melayu。啊，这个是无法改变的老的东西啦，除非我们去修宪，除非我们去修改这个宪法，可是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所以我们要认命咯哈，在我们国家，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虽然我知道这个很不公平，对不对？虽然讲是很不公平，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接受呢？因为我们是以整个国家的哥斯达黎加稳定性来讲，我们华人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对不对？华人嘛，所以我们，哎，我们 tolerance，我们 tolerate 啦，OK，我们包容他们。为什么要包容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形成一个和谐的国家。和谐的国家对大家都好，对我们华人、对印度人、对马来人都好嘛。因为这样子和谐的国家、稳定的国家，我们经济才会繁荣，你华人才你生活才会变好嘛，对不对？我们为大局着想，yes，就是这个 point，yes。哎，所以这很重要啦。所以 tolerancy 啊，tolerate 呢，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tolerate 的话，我们想要活不同种族，想要活在一个国度里面，对不对？啊，所以很重要，就是 give and take 啦，我们英文讲的东西啦。
OK， 好，我们讲到这个 part 2.1， 这个我们来去做一下这个练习2.1的 part 的练习一下啊。我练习需要你 ，Where's my？Yep，OK，、okay， 我看一下。不，哎，sorry 啊，没去哦。哦，他没有什么多可以做的，你没关系，他这边只有一题吧，我管你到2.1，之后我再给你们一些另外的练习吧。2.1，哎，不，2.1啊，这一个啊，Professor William Alruf 他讲过什么东西啊？这一题做一下，做 A、B、C、Yes，第一题吧，Number one，这一题罢了。因为剩下一分钟半罢了嘛，我们先搞做完这题先。Okay, so 第一题，manakah antara berikut faktor-faktor kebangkitan nasionalisme orang Melayu menurut Profesor William R. Roof? So 答案是什么？ancaman 是威胁。快点，我这边剩下一分钟，我们这边如果 stop 的话，7:10重新装回来呀，7:2。Yes，答案是 boy，不错。第一跟第四，ancaman orang Melayu ekonomi，还有 kebangkitan 这个 sugarisme 跟 imperialisme barat，boy，bagus。ancaman 是威胁，上面我写了啊，金。哎，ancaman。